以半炒入味的素肉粒为基调，配合爽脆的芹菜和 Q 弹的冬粉，包裹在炸至微酥的面皮里，香气弥漫的芹菜盒子就上桌咯。擅长面食料理的碧环师姐，从婚后啊就跟先生不断的争吵，因缘之下接触了瓷器，转念之后呢就开始知足惜福，更懂得用料理来守护家人的胃咯。先到先出派，天空对岸来，来欢迎我们这一位，他有一对儿女在警戒服务的陈碧环师姐，你好，艾珍师姐你好，大台观众大家好，哇，两个小孩都在警戒服务，是，那也不过一回啊，你好年轻哎，你也很年轻，哎呀，我超级年轻。快了啦，快60大寿，一点都看不出来，快一甲子了啦。那但是你的小孩一个是在警戒。对，当警察，警察，我女儿，女儿当警察，哦，女警，然后儿子是当消防。孩子们选择不但是个稳定的工作，而且是一份非常了不起的工作，是，这也是爸爸妈妈教的好啊。哦，等一下我要挖宝哦，怎么样教养子女，如何夫妻相处，你都要好好跟我们分享。哦，好，嗯，好，那么你今天要做的料理是什么？玉香素肉燥。哎，这个很特别哦，家庭的 feel 哈。哎，我们就来看一下玉香素肉燥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。玉香素肉燥材料有芋头半颗、豆干三块、姜、香菇四朵、素肉粒一杯。调味料有酱油一大匙、胡椒粉、糖一大匙、五香粉、酱油膏、玉香芹菜盒子。外皮的馅料有中筋面粉一斤，内馅的材料有芹菜、香菜、冬粉、玉香素肉燥，调味料有香油、胡椒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材料，那首先您要处理的是什么？好，我先把芋头切好哈，芋头切成丁。对，哎，做素肉燥的话，芋头切这么大丁可以吗？可以 ，OK 的。这个爸爸他跟孩子们就是从小保持互动是非常良好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到了这个青少年时期，他选择人生方向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甚至于孩子是没有道理的，只是因为不想听爸爸妈妈的话而叛逆，对不对？嗯。那爸爸是怎么他你的老公啊是怎么跟孩子相处？哎，他就是做孩子的朋友。为什么豆干长得跟人家不一样啊？因为这是手工做的，嘿，所以他没有加防腐剂，所以他离开冰箱2小时就会坏掉。大一点点，好。那那个，也就是说，你的先生其实你们是对孩子，就是从小就给他们那种保持良好的互动，对不对？嗯哼，哼。那他们在选择考警校的时候，是只是爸爸给他们的一个建议，就叫做说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。可是他们怎么会同时都会想到是要去念警校？哦，其实我女儿哈，她很听爸爸的话。哎呦，对，所以姐姐搞定的弟弟就很好处理吧。交给姐姐去管吗？对，通常很多家庭是这样。其实哈，那个像我女儿的话，她是她念警专是比较辛苦，女生真的是比较辛苦，对，然后体力什么的，很难负荷，嘿，每天5点。5、6点就要起床，然后跑3000公尺什么的，嘿，对，每天就是固定锻炼。对，嘿，那那个儿子的话，他是，哎，我本来想说不要让他那么辛苦，可以去念大学，哈，那他觉得说，哎，他自己选择的，嘿，自己选择要去。他应该看姐姐回来好帅。现
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吗？他工作了，工作了。哦，现在就是说，他读两年就毕业了。像除了救难救火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。那个救护什么都是都要学，都要学。对，这个是你要用的锅。对，是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对开火，然后一点油，来一点点的油。啊，所以像我们家里面有那个虎头蜂啊，还有那个什么小动物卡住啊，就找那个消防帅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什么事情他们都要处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个像比如说我儿子他去念那个消防社，有一段波折。怎么波折？讲给我们听。因为他很想进去念啊，好，然后就去那个去体检的时候啊，我去拿报告的时候，就他那个肝指数太高了。我们在阳明医院嘛，护士很好心打电话给我，他就说如果你这样子的那个报告哈，铁定没办法过。我就问护士小姐，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她说她是不是很晚睡？好，可是那时候她高三啊，都在考试，怎么都一点多，哪个孩子不晚睡？是是是，对对对。然后那检查出来还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我就跟那要怎么办？她说介绍我们要怎么调，那每天大家去运动啦，每天大家去针灸，然后就这样。慢慢降，每天都去抽血检查，因为在一个礼拜要把200多的指数要降为标准值很难，很难。对，一直到要报到的那个前一天，就那等于是说84嘛哈，他87还是没过，哇，对，然后那怎么办呢？他那么想念啊，对啊，因为我跟他讲说叫他放弃啊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因为我跟他讲说，消防又不是只是救火，对不对？还要抓蛇、抓蜂，可是他跟我讲说这也算在做功德，我就没有话讲了。然后我是好棒啊，这孩子，我师兄就说孩子那么想去念，然后你要鼓励他，不是不是叫他放弃？对，哎呀，这一点请记得，这个爸爸的这个教育是对的，他既然这么想。大部分妈妈就说啊，算了，想开一点啊，放弃啊，人生还有很多条道路可以走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好，那这个他既然心愿这么的强，那怎么办呢？就要报到了嘛，哈。这个时候把那个豆干要炒一下。对，我把剩下的鱼油就不加油哈。那我们现在就撒油。其实84跟87，我现在开小火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84跟87只差一点点，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报到，对不对？对，已经要报到了，报到的前一天了。爸爸的态度很正确。那时候还没有报到，我们不要放弃希望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就停停看，他就在想办法，想办法。那时候离报到还有几天？剩一天，剩一天，赶快告诉我们，那你怎么办？所以他去报到的时候啊，教官就跟他讲说，好。我再给你一天的时间，如果你明天早上可以变为标准值的话，你就赶快来报到。然后我们回去的时候啊，就晚上的时候，阳明医院的护士又打电话给我，然后就是问我们说，那我们什么时候要去抽血检查？这护士也真的很热心，很感恩。是被你们感动了。是哦，要不然哪有护士是这么还主动打电话来问这个事情？我们只要豆干炒香就可以，有一点香香。对对对。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讲说，跟他讲说，上人讲说有愿就有力啊，哈，然后呢，我就要发愿，我就说那个如果说儿子能够顺利的哈到那个警专，如愿考上警专，对对对，然后呢，他是不是可以去当环保志工？然后他就说好，就这样子，我就替他发愿，要去拿报告的时候，对，10点多了，一直等一直等，然后医生就跟我们讲说，我帮你查一查，他说，低空飞过，真的实在是好感动哦。就好了，儿子真的如愿了，就在那个警专了，现在又选择当了消防。是，就像刚你讲的，我们家里面都还有请过消防队来抓灾虎头蜂，真的，还有猫被卡住，他们也来救。所以我们真的很感动啊，好感恩啊。这时候我们那个酱油加调味料，加酱油跟调味料，好，这是酱油，对，给它呛香，对，好，但是先给它关火一下，关火，全部关火，对对，
为什么放上烧焦？哦，所以这是干锅呛那个香气，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好，所以这个看不出来，这个肉，这个叫素肉燥，它还是很有金刚乎哈。对，好，好，那这样把其他的那个食材就放进去。对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你们家先生发了那个好愿呐，去当环保志工，结果嘞，结果嘞，结果嘞，就做啊。嘿，对，我觉得天下父母心哈，他会为了孩子去做任何的事情，而且孩子在这个奋斗的过程当中，父母不要缺席，陪伴着他一起走，是，对不对？哈，我再加那个，这个火不要太大的，不要太大，小小火，给我一点点的水，好，水来，好，然后加糖。糖，好，刚刚是先放那个胡椒粉，对，还有五香粉，五香粉要放一点，对，一点点，小火，还有，这水什么时候放？先把它炒匀，对对对，而且这个真的很香，其实这样已经可以吃了，你说？对，我可能会先吃一口，不是我爱加呢，喜欢哈，要分辨它的前后，分辨一下。我是要加一点点的水哈，让它这个豆干软 Q 软 Q 哎，这豆干好有弹性，对，真的很香。对呀，而且我们没用太繁琐的步骤，这火可以大一点哦。啊，可以。对，小妹，那个酱油膏，哎，好好吃哦。而且那个芋头哈，它也是已经酥了，它酥而且熟了，好。这个拌饭很好，很好吃。哎，如果想要吃口味咸一点，就酱油多一点。对对对对，自己去调。哦，好好吃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就算完成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好。然后再来要做什么？我利用这样的馅哈，然后呢再加一点点一些食材做一个变化，来做那个芋香的芹菜盒子。哦，好厉害！来，哇。好有变化性，你真棒哎，你感恩啊，真棒哎，所以说你看这爸爸刚刚的教育态度，我们大家要学会哈。那妈妈呢，在家里那么贤惠，其实我们常在讲说，对孩子的教育态度以及夫妻相处的方式跟态度，绝对不会一成不变，也绝对不要抱着说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所以一成不变。我们这个东西在经营的时候，也是要一直在调整，对不对？对对。那你们刚开始是怎么样的相处方式？怎么样调整？心地很好，可是就是那个脾气嘴巴不好。不好，对，很多人都这样。对，人家说我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是不是？对，结果呢？他就是这样的人。哦，他就这样的人。那你咧？好，你自己咧？我自己嘛是，其实我们常常哈都眼睛都不会去看自己，对，然后都看到他的缺点，然后真的很感恩进来此际就完全不一样。好，那怎么样看到自己的缺点？就发现自己，我其实才懂得感恩呐。我是因为有去参加那个近视语的研习营，然后在那里啊才懂得要感恩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要感恩我先生。是哦，对。所有的事情都理所当然，你就没有感恩的心。对，这一点是很重要。所以我们就发觉，这样子的话，你就是在调整。好，对。调整的时候，首先怎么个调法呢？调整其实不难，调整的第一步最难。对，是不是？是。凡事起头难，就是要加点那个香油，加一点点的香油，让它有香气。所以刚刚你在讲说，这样把一包一包冷冻起来，它不但可以蒸热了吃，它还可以再增加别的变化。好，来，然后再加上一点点这个胡椒粉。对，我现在是不是要帮你换锅了？啊，可以，是不是？好。我们馅就不能，因为我们都没有再加盐巴，所以馅的部分就要口味可能要稍微重一点。好，所以再加上一些调味料。那这个面呢，是我们是先
揉好面团。对，好。那这个面团很好用哈，像我们就可以做，这是烫面的面团，用一斤，对，一斤的面粉加一杯的那个热水，温热的水，要热水，要热开水，对，然后半杯的冷水，好，就这样子给它混在一起，你只要揉成那个面团就可以，那它醒个20分钟，好，醒20分钟，对。改变的第一步，你怎么做？就要调整自己，要改变心念，是很重要。是，然后最重要的是，要学习着要放下。嘿，好，那这个其实说出来的道理都还蛮会讲，但是把它付诸行动，用什么样的行动来表现你刚刚所说的那些事情？我觉得因为我都很需要爱，被爱，然后我就在想说，奇怪，为什么我都得不到爱？那要怎么样把爱找回来？然后呢，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做？然后我就那时候刚好浴佛节，那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彻底的对自己以前的事情要真的要放下，然后我就帮他洗澡，哎，不，洗脚，洗脚也很正常，但是洗脚，你现在应该惊到吧？我落洗安坐哈，突然间帮我洗脚，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他真的乖乖坐在给你洗脚，没有，拜托，这个很难呢，你怎么开口的？亲爱的，我帮你洗脚。其实我都发现以前我都对他不好，嘿。然后就他就愿意让你帮他洗脚，对，然后呢，然后帮他洗好洗脚的过程当中，真的我才体会到说，哦，他那个脚，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去注意到，嘿，那脚怎样？很粗龟裂，嘿，然后很黑，像凹掉，像农夫的脚这样凹掉对卡嘞。一起做什么头路诶？不，一起是公务人员呢。公务人员，他是打赤脚去上班吗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哦，他那他很喜欢去那个爬山呐，嘿，然后去踏青。对啊，那时候他有去种橘子，嘿，有去山上做农夫，所以他就脚很粗糙。对，然后呢，就洗了那一脚之后，我才知道说你在洗的时候有没有对动。我亲爱的脚，那救你呀！有啊，对啊，然后眼泪有没有流下来？我才知道说，我就跟他讲一句话，我就说，我非常的疼惜这双为我和孩子付出了一双脚。哎呀，好感动啊！所以今天，哎呀。觉得好开心哦，听你分享你的这个感恩啊，这个夫妻相处跟儿女教育的经验，那我们也更感觉到，哇，那个酥肉燥跟这个盒子一定更好吃。其实那个动作并不表示说谁尊谁卑，而是在那个互动当中去彼此让心更贴近，对不对？没有错。下次你帮老公洗脚，看他脚哦，又白又嫩。好，立冬不做上面在一起。好，那我们就来一起享受这个美食吧。好，那这个记得一定要用小火，小火慢慢烘烤。对，那最重要是在这个饼皮的那个每一个面哈，都要接触到那个锅面，所以这样才不会有生，才不会有生。所以对对对对，慢慢烘。好，好，感恩。玉香酥肉燥做法是。芋头、豆干切丁，姜、香菇切末备用。起油锅爆香芋头丁、豆干丁，捞起备用。起锅放入姜末、香菇末，接着放入素肉粒炒香之后，再加入酱油、芋头丁、豆干丁炒匀，再加胡椒粉、糖、五香粉、水、酱油膏拌炒就可以了。芋香芹菜盒子做法是：芹菜、香菜切末，烫过的冬粉切断备用。将芹菜末、香菜末、冬粉、芋香素肉燥、香油、胡椒粉放入大碗拌匀，就成为馅料。一斤的面粉再加入一杯的热水，半杯冷水揉成面团，醒20分钟。将醒好的面团分小块擀成圆面皮，放上内馅儿，
把面皮对折，压平边缘，封口成半圆形。取油锅将芋香、芹菜和籽的两面煎至焦黄就可以了。我的健康指数降低，便秘啊，青春痘啊，头发掉落啊，又肥胖啊，刺回肉的时候我呕吐，我身体告诉我我不需要肉了。曾丽慧师姐你好，阿弥陀佛，哇，好高兴啊，你来参加我们素人生接受我们的访问哦。哎呀，有个问题哦，想要请教你哦，为什么要茹素啊？大学的实习的时候，是在工厂实习的时候，那两个月我的健康指数降低，是非常严重的。为什么工厂实习健康指数就会降低？我了解那个工厂是化学工厂。难怪。那两个月啊，我的消化系统很严重，便秘啊，青春痘啊，头发掉落啊，又肥胖啊。回去大学的时候，全部同学都在问我，你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我很伤心，其实。我很沮丧哎。然后大学毕业过后，我的一个慈青学姐常常也会约我去吃素。是很特别的，是他用了一个能量的解释方法，所以他就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割伤的时候我们自己伤口会好吗？所以伤口好的快和不快就是你的能量修复多高。所以那一次过后我就开始尝试吃素，吃一天OK 啊，很好，吃两天、三天、一个星期、30天也很好。然后就在31天的那一天，我开斋吃回肉的时候，我呕吐，很严重的呕。然后我发现到我身边的朋友跟我同吃同一碗的都没有呕，就觉得很奇怪。再去找答案，在读了很多书籍后才了解到，我们发烧会呕，吃食物中毒也会呕。我的呕的方式是一样的道理，就是说我身体告诉我我不需要肉了。那你后来哈又采用了所谓的新式素食啊，这样子来推广的话，年轻人他们的反应怎么样？那你怎么去因应呢？我们带着一个新素，就是新的素食，对，创新的嘛，其实它就是心理的素朴素，就是简单为主，就是要减碳，就是以怎么样减碳就要生食，所以我们的素食大致上30%-50%都是生食，所以其实在年轻人上面是非常受欢迎的，只是问题只是在于比较大年纪的一派，他们会比较习惯于传统式的素食，然后有一些有斋料的啦，或者是有假的虾假的鱼啊。为什么我们没有用这一套？因为我们本身经历过怎么样修复自己的身体，我从满脸痘痘到今天的细胞修复，都是靠这样的生食和高能量的食物来复食的。哇，好棒，谢谢我们曾丽慧师姐，好，今天为我们来分享这段精彩的素人生，感恩祝福你，谢谢。